绳索救援技术呢，是每一个救援队员必备的基本技能。我叫于若飞，是甘肃蓝天救援队队长。甘肃蓝天救援队是甘肃省第一支民间救援组织，我们甘肃确实是全国自然灾害六个高发省份之一，有这么一个队伍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刚刚呢又接到一个任务，山野的救援任务，马上就要出发。我就觉得我去救一个人，那么我的这一辈子都值了。一号二号，你们过去了吗？坚持一下，救护车快到了，这样不能去啊。救援的最高禁止是没有救援，所以我想在甘肃省去建立一个综合性的防灾减灾的培训和体验的场馆，让更多的人能从体验当中学到自救互救知识。